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好，这一节我们进一步来探讨鲸鱼对生态的贡献。上次有介绍过，不过比较简要一点，后面我们还要继续衍生出一些重要的话题来探讨。鲸鱼对生态环境的贡献，一样，这是我们要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在大自然的完整设计里面，是零废物，没有废物，没有污染，这是人类要学习的。所以人类真的要好好的虚心的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欢迎大家进入大自然大学堂来，我们对鲸鱼重新来认识，看看鲸鱼对这个生态环境的贡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体会大自然是零污染、零废物。人类的科技要学到这方面，才能够让地球生态环境生生不息、永续昌荣。怎么样来到零污染、零废物？这是值得全人类、世界各国要积极深入去探讨的。来，我们来看哈，鲸鱼，你知道吗？鲸鱼有个了不起的本领，它们在抵御气候变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在跨越大洋的旅途之中，它们会排出大量的粪便，而这些大量粪便呢，有助于藻类的生长，因为藻类它们非常需要这些营养分啊。鲸鱼的粪便，它就是大一样啊，大自然海洋里面的肥料食物啊，天然有机肥料啊，哦，所以就算鲸鱼在排粪便，有没有污染？没有污染啊，一样啊，是这些藻类的食物啊，营养品啊，哦，微小的藻类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你看哈，这些藻类因为有营养、有养分，啊，鲸鱼也提供养分给它们。那这些藻类，它们在成长的过程，它们又吸收大自然中的二氧化碳，帮助这个世界净化空气。而所有藻类捕获的碳量，等于四个亚马逊雨林的这样的功能。亚马逊雨林已经被称为世界之肺了。那你看哦，这些藻类它们的功能是四倍。所以把鲸鱼大量扑杀掉之后，就变成海中的肥料，营养品就减少，藻类也就会减少。所以你表面上杀了一头鲸鱼，但是就好像你砍掉大片的森林这样，砍掉大片的森林。而这些藻类呢，它们又成为磷虾等小动物的食物，所以又把很多的二氧化碳带进它们的身体里面。结果这些磷虾呢，它们又是鲸鱼每天的食物。鲸鱼它又帮助人类消化二氧化碳，储存二氧化碳。鲸鱼，你看啊，它在生态链里面，它是这样排粪便，然后滋养很多的藻类，这些藻类就又养育很多的磷虾，还有让生态环境更好啊。在这样良性循环的情况之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净化，这就是鲸鱼对生态环境的贡献。当有一天鲸鱼死亡之后，它沉入海底，它一方面把吸收的那些碳都存封到海底，带到海底；一方面，它们本身又是成为很多其他动物的食物。哦，你看呢？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鲸鱼本身它活得一生没有污染、没有破坏，又帮助这个世界在净化空气。然而数百年来的人类已经使鲸鱼的数量急剧减少。你看呢，又是谁干的？
人类。鲸鱼不是人类养的，但是人类却大量的捕杀它们，所以让鲸鱼数量急剧减少之后呢，整个海洋生态又大大的失去平衡了。所以大海本来它具有很多功能，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可以帮忙化解温室效应，但是人类又把这个鲸鱼大量捕杀，结果呢就形成恶性循环。而且人类又制造很多的垃圾，现在的鲸鱼他们面临更多的威胁，还有幽灵的渔具，有些大小鱼连鲸鱼他们很多情况都会被人类的渔具、人类的废物，他们都受残害伤害。我也看过有蛮大的鲸鱼被人类丢弃的那些渔网缠住，后面因为刚好有被人类发现，下去把它身上的那些渔网切割开。当切割开之后，那个鲸鱼离开的时候，它一样在距离500公尺外的地方在那边翻滚，感恩人类的救命。事实上鲸鱼、海豚它们的灵性都很高啊，所以人类真的不要用过去那一种把它们界定它们是动物、畜生、三恶道，真的不要用那一种观念去看，他们都在美化这个世界啊。那鲸鱼呢？因为人类错误的认知、错误的对待，结果把他们做工业捕捞，吃它、喝它，然后贩卖赚钱，去挥霍、去攀比。这些人类这样的一种造作，结果让整个生态环境就快速恶化。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最近天气都很炎热？是，而且不是一个局部地区啊，世界很多国家都陷入了高温高热，很多的地区这种热度、温度都是一直在破纪录啊。因为人类这样的一种操作，就是把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后面恶果自己要承受，不止人类要承担，还要连累其他的物种。所以希望人类真的要重新来认识我们所作所为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工业科技、我们的经济、我们引以为傲的各种成就，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是正向的奉献还是负面的破坏，这是值得全人类要深入去探讨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如果人类读懂大自然的运作的话，那大自然它都是这样生生不息啊，它是非常好的、很和谐的运作啊。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看待万物，鲸鱼对生态的贡献是很大的。一鲸落万物生，就算他们到后面呢，当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死亡只是个全说，生命不会真正死亡，只是变化生生不息啊。同样鲸鱼有他们的肉体跟他们的灵魂体，他们的灵魂体一样会离开这个肉体，那这个肉体呢，它就成为沉入海底之后又成为其他动物的肥料或是营养品，所以他们一生零污染、零废物。这些内容上堂课有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们只是再回顾一下，回顾一下这样就好。你看呢，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在发挥他们生命意义，净化空气。虽然他们有在吃东西，吃吃吃，但是他们吃之后所形成的是让生态环境更好还是更坏？更好。他们吃了之后排放粪便，粪便肥沃环境，藻类吸收，藻类因为他们的粪便而获益成长，然后这些藻类又帮地球吸收二氧化碳，净化空气。他们的一生没有污染，没有破坏，这是人类要学习的。
就算他们在这个世间寿终正寝的时候一样，他们提供给整个生态环境都是越来越好。一经络万物生，万物生生不息，没有真正的消失。所以这个就是人类要学习到的智慧，人类怎么样学到我们能不能来到一生对这个世界对地球没有污染没有破坏，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地球的生态环境有更多正向的奉献贡献回馈。所以一经落万物生，这是世界上最浪漫的死亡，他们的生命他逝去却又未曾离开，他消亡却又无处不在，他是死亡亦是新生。就像一块冰它溶解了，就像几吨的水它逐渐的蒸发了。好，那后面呢，他们又转换成其他的形态存在，继续在利益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大智慧，大自然的原先设计没有废物，万物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生命功能转换转换。一经落万物生，动物的大小便尸体与植物腐朽的材质是对大自然美丽礼物的回馈，是土壤肥沃不可缺的元素，也是资源回收不浪费。人类的葬礼方式要深入检讨，耗能又不环保，万物生生不息，没有真正的消失。后面我们来稍微探讨一下啊，人类的葬礼方式真的这是全世界要深入去检讨的啊，因为目前世界各国所用的注重的火葬方式，这个是耗能又不环保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类要用心探讨实践如何生生不息永续昌荣。大自然的运转法则是所有资源都可重复应用，可回收，没有污染，没有浪费，生生不息，不枯竭，啊，这是人类要学习的真正的科技。为什么？之前跟大家讲过，人类要向大自然学习高智慧、高科技，就是这些。最环保的居家、土屋、土房，冬暖夏凉，节能又减碳，上一节有跟大家介绍过了，啊，所以我们对于什么是舒适的居家环境真的要重新来认定，重新来认识，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节能减碳环保住起来健康。所有动物除人类外，他们一生零污染，躯壳粪便尸体都对生态环境有益，也在帮助土壤肥沃，大小便尸体直接回归田园大地，这是最环保的方式。当今人类却认为，哎呀，那个不科学的啊，那个不现代化了啊，那个肮脏的，那个落后了，所以人类用现在的所谓的城市化的这种方式去处理呢，结果呢，耗能、污染又折损资源。所以，因为现在全世界极端性气候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全世界的温度一年比一年提高，现在世界各国都是在破纪录的高温。所以人类真的要静下来重新去检讨，平心而论，人类真正能回馈大自然是什么。这个上节有跟大家提过啊，她是一个女生，因为她父亲是医生，她所以她从小就接触过有关于很多生死方面的事情啊，但是她对当医生没什么兴趣，她对环保方面很有兴趣，所以他就想，那怎么样让这个人的这个尸体能够进入环保的循环，不要用火葬，因为火葬火烧它会浪费很多的能源，所以他就去研究
怎么样让这个尸体能够快速的化为泥土，然后回归田园自然。这个就是他做一些研究之后，后面好像测试有成功，还蛮不错。不过就是说这个系统，我认为还是要不少成本费用，虽然比一般火葬方面要环保一些，但是还是要费用还是不少，那还是要一些设备。我认为应该可以再继续改良改善，怎么样更节省资源更环保的方式。人类的大小便与尸体如果不让它回归田园大地，全球土壤会渐贫瘠，生态渐恶化，又用耗能耗材方式去处理，会增加全球高温与极端气候，把珍贵资源当废物烧掉，是双倍损失。因为我们要关心整个人类的现况，整个人类整个全球现在极端性气候越来越严重，全世界的温度越来越高，那这个越来越高，这是要唤醒人类，人类怎么样少消耗能源，多制造更多的资源。你看这里我有写出来哈，把珍贵的资源当废物烧掉处理掉，这是双倍的损失。人类的大小便与尸体，它本来是大自然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资源，是不是这样？是，本来是这样啊。要知道我们地球的土壤还有地球的肥沃是要靠植物的落叶树干树根腐烂，还有动物人类的粪便尸体，靠这些才能够让土壤渐渐的改善，让土壤有肥沃力。但是这一两百年来，所谓的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所谓的现代化之后，人类渐渐被带领脱离大自然，结果呢，城市化的这种设计呢，让大小便很少很少能回归到田园。那结果呢，这些资源不但没有回归田园，还形成集中去处理，还要用很多的能量去处理这些废物。尸体本来祖宗是让这些尸体回归山河大地，但是世界兴起的这一股认为用火把它烧掉，这样比较干净，而且火烧掉之后，然后这个尸体呢占的空间就比较小，这样死人不会跟活人争，好像很有道理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人类来自于大自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有的大小便还有尸体，它本来就是要回归大自然的，跟大自然是一个循环的。所以用火去烧，在世界的物种上面就只有人类会这样做，其他的动物大象牛马在大自然环境各种猛兽，它们死掉之后就是回归大自然，不是化成为其他物种的食物，不然就是成为肥料，都是在回馈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们要重新检讨的，因为我们把本来是可以肥沃美化环境的资源，结果我们又用更多的电能木材去烧掉，把资源拿来烧掉，这个是地球的双倍损失，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是值得人类世界各国重新探讨的。这是去年印度，因为那边它的疫情一段期间蛮严重啊，结果呢死亡很多人，结果到处都是用火葬。印度他们本来就很重视火葬的，这种火葬后面传遍世界各国，所以世界各国现在很多都用才用火葬。但是我们来看这些尸体，他们本来是可以肥沃大地的，现在还要用更多的木材来烧，那烧了之后资源没了，然后这些
木材它又是资源又是烧掉，有没有增加地表温度？又增加环境的温度。我们来看看哦，现在全世界每天大概要死掉多少人？我们以一般平均来讲哈，大概要死掉多少人？而如果说有一大半以上都是用火葬，我们大家可以去算看看哈。本来这些是可以肥沃土地的资源，然后我们没有让它回归大地，然后又用火把它烧掉，这个对全球的气候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真的，这个就是值得人类要站在全局来看，站在环保立场来看，重新来评估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温室效应不要恶化，改善全球的温度，不要让它继续升温。世界各国每天耗掉多少能源用来烧掉珍贵的资源？这个是世界各国真的，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人他们用心来关心，进一步去探讨。我们把珍贵资源当废物烧掉，这是双倍的损失。现代人的科学观、进步观值得深入去探讨。我们这样做合乎环保吗？有未来性吗？对生态环境，对全世界的生态环境，到底我们在做的是保护的作用，还是在破坏的作用？这里就是提出让全世界各国大家要进一步去深入探讨的哈。不管是用木材、电能，都是耗能。要烧掉一具尸体，要消耗多少的资源？那它本来它是非常好的能源资源，是可以回馈大地的，但是人类却这样的在处理，所以这个就是值得全世界各国大家深入去重新探讨的。再来让大家参考的就是，这个是在美加地区，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是所谓的现代化公园化的坟墓区，这是坟墓区哈，他们葬在哪里知道吗？在树根树下。你看那个树干下面有一块一块的那个像一个牌子这样平躺在地上的，那个就是一个记录啊，谁在这边。不过它这个哈，大部分都是有经过什么处理？都是经过火化处理的。经过火化处理才把那些灰啊，有的是集中放在一个小坛然后埋到里面啊，有的就是挖一个坑然后埋到里面，上面放个牌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哎这样比较现代化啊，也环境很卫生，但是因为有经过火化的处理，所以还是一样损耗不少的资源。这个树木下面旁边一块一块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墓碑，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现代化、公园化。问题是，只要有经过火化处理，这个都是浪费资源，然后又增加全球的资源的浪费跟温度的提升。好，我们来看看，这是西藏，天葬。西藏的这个天葬被称为是世界十大特殊的那一种葬礼。对他们而言，他们是觉得这是很神圣的民俗，但是一般人不太容易接受得了，认为好像哎呀那个这样 好像落后哦，野蛮哦。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去这样去界定，如果以环保方面的角度来看，他们把尸体处理之后让那些秃鹰来吃到后面，很快没多久肉都吃光了，剩下一些骨头，而这些骨头呢，那个天葬师他们又再把这些骨头剁碎一点，然后再加上一些面粉，没多久连骨头都被这些鹰类把它全部都吃光光。那在西藏而言，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他们的亲人，如果那些尸体全部都被
这些鹰吃光光，他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这是很神圣的事情，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祖先跟这些鹰猎飞上升天。而且他们好像有一些规定哦，如果是犯罪的人，罪大恶极的人，不能进行天葬。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天葬这是很神圣的事情。到后面他们的这些不管肉骨全部都没了，都回归大自然。然后这些鸠鹰他们飞上天空之后，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也被他们带上天。我们不要用那一种认为说这个是好像落后野蛮，不要这样去界定。我们客观来讲，这个环不环保？很环保的方式，整个处理过程费用也少，耗材也很少。好，这是在马来西亚那边看到的，回教徒他们的处理方式我感觉蛮环保的。你们看看呢，这个树下地方并不是很大的地区，它上面立一个一个的小大理石，那个立起来，那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尸体，也就是一个一个位置。这个是比较大，是平躺，但是这个墓区我看起来像这种情况，这是比较少。像这种了，可能有当过官的啦，或是很有钱的才这样。不然的话，一般他们是用立葬的方式。他们那个尸体他们也不用什么富丽堂皇的棺木。死亡的尸体他们会用一些布把它缠裹，缠裹之后，然后他们到这个坟墓区呢，他们就找个地方，然后挖个直的洞，人是直接的直的放进去。他们认为说他们逝世的祖先他们的灵魂已经升天了，这是一个肉体，然后让他回归大地。所以他们用很环保的方式，你看这么小的地方，80厘米这样的一个坑洞，人就可以放进去，然后再填埋起来，上面就立一个纪念碑，就这样。你看这一个一个都是，这个都是立葬的方式。他们就觉得人死后就是要让这个肉体回归大地这些内容我是希望提供给世界各国参考，我们一起探讨怎么样能够让人类跟整个大自然的循环系统能够合为一体，怎么样减少污染，减少耗能，然后对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环保厕所也是一样，我们要研究出怎么样能够有现代化的厕所，但是它一样那些肥水呢不落外人田，不要浪费，又可以重复应用。真的要把这些肥水要来滋养山河大地，与田园结合的厕所那是最环保的方式。像我看到这样的，最初看的时候觉得好像比较落后，但是后面慢慢的觉察，慢慢感觉哇，这是很环保的。我们站在环保立场来讲，真的它不耗能，没有污染，而且肥沃大地，而且在这么广大的地方上厕所多么豪气。大自然的运转法则，所有资源都可重复应用，可回收，没污染，没浪费，生生不息，不枯竭，这是人类要学习的真正的科技。你认为呢？是。好，这一节就分享到这里。OK。
回山川，地球是与文明的摇篮。忽隐云朵白，仰望蓝天蓝，人类的母亲名叫大自然。你是一株草蔓延的生机，带给我们纯净清新的空气。你是一朵花绽放的奇迹，亿万年轮回着芬芳的四季。我们属于你，你是大自然。鸟叫鱼儿属于水，鸟儿属于天，马儿属于大草原。我们属于你，你是大自然。就像风吹拂森林，雨润的梦田，共生才有和谐的家园。